其实人生最宝贵的是时间，过去六年你一直陪着我，不管我们多么的贫困艰难，你从来不离不弃。如果未来还有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我想现场的观众还有我们三位老师作证，还有那个手表来证实，我未来一定会跟他一直相知相守相伴到老，一个最美的幸福。真的是第一天，但我们身上没有5块钱，就1块钱。因为我喜欢吃那个红薯粉，然后他就跟那个奶奶说，奶奶能给我煮1块钱的那个红薯粉吗？因为我当时心想，都什么年代了，1块钱的红薯粉都还像球一样的跟人家说，然后那个奶奶煮给我们的。